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收到有人从江南寄来的一枝梅花，不妨将它插入瓶中，就可以让这春色多停留几天。其实啊，关于这插花可以说是大有学问，尤其是到了宋朝时，插花更是与焚香、点茶和挂画并称为文人四事。我们今天要一起欣赏《宋人人物册》中的这幅画，可以说就是当时文人雅趣的真实展现。从画面中的环境和格局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书房的一角。只见主人公坐在榻上，他右腿抬起，左手拿着书卷，神情淡然，仿佛陷入了沉思。他的左侧还放着一个红色的瓶几，主要是为了方便倚靠。一旁还有童子正在点茶。他们身后是一架花鸟屏风，描绘的是江边景色。沙洲上芦苇摇曳，芙蓉花下还有一对鸳鸯，远处的大雁从水中飞起，一派悠远的景象，也为整幅画面增添了景深的效果。更有意思的是，在屏风的左侧还挂着一幅主人公的画像，画像中人物眼神看向的方向正是现实中主人所在的位置，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氛围。而且一般来说啊，文人将自己的画像挂在家中，一方面反映出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可，那另一方面呢，这就像是时刻对着镜子在反省，可以洞悉利害得失，从而获得心灵的超脱。除此之外，画中的其他陈设也非常考究，在画面的右侧放置了一处案几，上面摆放着书卷、古琴和焚香炉，还有一把精美的座椅摆放在案几的一侧。从这些摆设啊，就可以看出主人极高的艺术修养。在画面的左侧是一个做工精美的炉子，荷叶为底，荷花为托，造型独特。画面左下角摆放的是用作熏香的器具和一个注水的坛子，这些细节的着意设计都衬托出主人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在四周布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画家精心安排在画面正中央的一瓶鲜花，它被安放在一个奇石花台上，瓶中绽放着四五只鲜艳的花朵，看上去生机盎然，也为整幅画面增添了清幽和雅致的韵味。元代张宇在散曲《水仙子》中曾说，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这样的场景和这幅画描绘的意境啊，可以说是非常契合了。其实说到玩赏瓶花，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寄托了文人对于回归自然的向往。高山流水原本遥不可及，但是把原本生长在山野之间的鲜花摆放在自己触目可见、触手可及的地方，仿佛也将自然的气息转移到了自己的心中。无论是聊赠一枝春的浪漫情意，还是供一枝得意花的文人雅趣，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花间雅事来品味时光流转中花带给人们的美好享受和心灵的慰藉。